外星文明，灵异鬼魅，阴谋奇案，禁区六。欢迎翻嚟禁区六，系咁啊！翻到嚟第二节禁区六啦，咁啊，哥非常开心啊！第一节有靠哥开，第二节有竹修王开，咁啊，惯例系咁嘅，惯例咁样，咁齐晒人咪开心咯，系咪？系啦，系咯，咁啊，有啲人咪都要做啊，梗系要啦，讲咩嘢啊？系啊，靠哥好，靠哥好，四号嘅，你唔好俾佢嘥出个继续，你哥，你哥，靠哥好。好靠哥，好靠哥 ，YPR 中出个好主持叫靠哥。上集我哋好闷嘅呢个位置，知唔知啊？我觉得冇人喺度干扰，冇咁开心。可能吓靠哥后面嗰几集咧，再做落去就诶算啦，我坐喺度一个眼神死咁样坐喺度，算啦，唔理你哋啦。咁唔知即系 part boy 唔做呢啲嘢就唔似 part boy 咁就。应该做咗佢先啦。咁啊，阿先啊，靠哥支麦开翻吓，我而家惯例第二支啦。讲完头几句就熄咗佢支麦先。喂，咁啊，头先一节我系讲呢个孟照国事件咧，就讲咗呢个孟照国事件嘅来龙去脉啦，可以话系即系到呢件事系点样开始，到之后点样发展法啦。但系我哋正话都好多位就专登未讲住，因为好多位可能一啲批评啲嘅，或者系延伸落去觉得好真嘅，我哋就头先因为未系讲嗰个事件经过啊嘛，即因为头先我哋讲事件经过啊嘛，所以就 side track 摆开咗先，咁啊一间就话留喺依节讲啊嘛，咁依节其实阿竹守王你系想慢慢点同大家分析下依件事？嗱，首先我补充翻少少先啦，呢件事咧其实有好多版本嘅，我哋自己揾资料都知噶啦，有啲只好话一两点相同嘅啫，咁我哋就大约讲下呢件事咧。令到中國 UFO 協會內部咧都有幾大嘅分歧嘅，咁有一批人咧就支持孟照國事件係真嘅，有一批人咧就因為佢哋話你嗰啲所謂嘅證據咧，幾乎係可以話冇，同埋幾乎只可以話由第一人嘅角度嚟去睇啊，即係冇其他人共同目擊咁樣。係啦，因為以前有個 case 例如有啲我諗如果大家聽翻我哋以前講 UFO 嘅集數咧，或者你唔使聽咁遠添啊。可能你講翻上一次巴西嗰度講話有道奇怪的光照落嚟，咁嗰個波及嘅人數係多噶嘛？再之前嗰次講喺強國有人目擊一道白光咁樣啦，即係閃過咁樣啦，咁嗰度都話有好多人目擊到，同埋有唔同地區嘛，所謂即係因為話我唔係專登講王國用語啊。而因為佢哋淨係可以 po 上微博嘅啫，佢哋唔會理論上唔係 po Twitter 噶嘛，咁嗰啲即係寫微博字入面，我唔係專登講呢個字噶。你呢啲應該好多人共同目擊到，就算唔多人，可能都以前有啲，可能有兩三個人，可能有啲人質疑會幾個一齊講大話嚟一件事啦。但係今次又聽落就成程都係跟孟照國啊嘛。係啦，基本上即係冇人目擊過，只可以話佢身上嘅傷啊，同埋佢啲經歷啊，有催眠過。冇讲大话啦，啱啦，咁先信佢咯。咁但系催眠嗰啲又有冇人质疑咧？嗱，催眠呢样嘢咧，其实你可以质疑佢，又可以赞同佢嘅。又可以话个结果你都可信可唔信咁啊？唔可以咁讲，因为咧，其实催眠咧系有引导性嘅。当问嗰个最即系问阿靠哥，我就问咗你系咪见到一个银色嘅一道光闪过啊？系咪有个孖边噶？系咪银色加红色噶？是不是鹹蛋黃的眼睛，感覺超人之母來啊，即可能就有一些這樣的引導下去。是啊，即可能即剛才我搞搞了，但是即是或多或少有些引導成分呢？是有機會的，因為你始終催眠不是 100% 可以說可信的。但是如果這件事可以怎樣再推敲下去，有些什麼不同的派別的學說呢？我首先講支持那批先，支持那批呢由孟照自己論述出來的，因為他孟照本身呢他自己話唔係好喜好 UFO 呢類嘢嘅，即係始終佢係一般農民啊嘛。未計呢件事之後，同埋佢講翻嗰啲經歷啊，嗰啲唔同個方位啊，佢都揾到所謂嘅即係證據，好符合我哋一般民眾見到 UFO 嗰陣嘅反應啊。例如佢哋喺天上見到強光啊，同埋個降落時佢有啲乜嘢，嗰同埋佢降落個位咧，都偵測到少少個所謂嘅輻射啊，同埋啲少少唔同嘅磁場啊。
其实又讲翻佢最初目击系同佢个 friend 一齐目击噶嘛。系，但系佢个 friend 咧只可以见到闪光，但系见唔到任何嘢。之后，即系后期啲目击啲咩又照 laser 又有人出嚟，之后睇唔到嘛。系啦，其他就乜都睇唔到。咁支持嘅人就话佢讲嗰啲嘢咧描述得好真，冇乜穿崩位。嗯，同埋佢讲啲嘢都符合翻 UFO 目击个案嗰啲资料啊。嗯，所以就话呢件事应该系真嘅，加上催眠啦。咁但系咧有一批人就又话。即系你冇其他人目击，其次之后咧，有啲人再次访问佢咧，佢有啲位咧都改咗少少嘅。但系咩、啊？你有时好多时候你访问一个人咧，如果佢系作嘅，好多人都话佢讲嘅嘢应该系一模一样噶嘛。如果你话佢可能亲身经历，点解话系作嘅会讲嘅嘢一模一样啊？因为佢背书啊嘛，好多人有啲人会讲。但会唔会有背错书嘅情况？有机会，有机会嘅。但你可能如果你嘅细节位系一样嘅，但系可能系一啲。少少時間嘅分別啊，或者係 skip 咗某啲嘢咧，即可能有時你錄口供咁樣噶嘛，喂，你錄完一次、兩次、三次，啲人都話，如果佢錄嚟錄去都係講同一句嘢，冇變過任何字眼，呢啲應該係背書背出。即係咪個人越講多次，正常可能有時未必越記得，可能有時係你講完一次，你可能諗住嗰件事我唔使點再記噶啦。嗯，即有時會噶嘛，你可能話，喂，我依份嘢我考咗一次啦，我正常啲嘢都可以還俾先生啦，考試咁嘅例子，可能你個記憶會差咗，再問多一次。你又用啲僅餘記憶再講，講完之後話，我可能你有時嘅心態會有少少，其實有時會諗喂，咁我講咗兩次啦，咁應該冇人問我第三次噶嘛，咁可能會再慢慢淡忘咗，咁可能又真係會越嚟越錯。你如果話可能 keep 住好次次一樣，有兩，我覺得啦嚇，有兩個可能性啦，一就係真係背書，二就係件事好重要，佢唔可以唔記得，入埋去 long time memory， 我估係咁樣。但如果你話嗰樣嘢，即係阿祝手意思就話佢係。在不同訪問期間就 keep 住會講嘅嘢有不同。係啊，即係佢有啲位咧，有啲反對嘅人咧就話，有啲位佢唔一樣喎、嗯。即係佢咁捉呢 point 啦，當然係啊。即係當然阿靠哥嘅 point 成立，可能就係因為佢真係唔係作，所以就會有唔記得。係啊，同埋佢冇真實嘅證據。有其他版本就話，阿孟照國咧，其實佢傷口裏面咧有粒追蹤嘢嘅。即係追蹤用佢嘅氣，即係個外星人用嘅追蹤佢，係啦。咁有一次佢話自己 APS， 係啦，佢自己話咧拗傷口嗰陣咧拗拗下咧跌咗出嚟。屌你個暗瘡嚟嘅咩？嗱嗱嗱，佢咁講啦，你咁外星人嗰個技術都幾差喎。咁佢就拗拗咗出嚟，跟住跌咗出嚟。孟照高就唔知咩嚟嘅，咁佢話自己搣過咧，好似橡皮糖咁。但係冇 keep。佢話有 keep 到嘅，但係佢老婆唔知乜嘢掉咗。呢、这个位又难怪啲人会有少少批评，系因为佢话自己摆喺台上面，跟住佢老婆唔知乜嘢嚟嘅，掉咗佢咯，有少少牵强。系呢、这个位就，但我又唔话得合唔合理。嗯，因为你无啦摆咗喺屋企，俾屋企人抌咗又唔出奇啊！别话粒橡皮糖，以为可能经过，喂，我搞错你啊！食完橡皮糖，你跌咗地下又唔掉啲咩嘢，跟住就走去孭嗰有可能噶嘛？系啊。咁但系有啲又唔话得唔合理，但系如果你话。件事涉及到外星人啲嘢，你隨手掉咗好似兒戲得滯。咁當然你話佢農民嚟嘅，佢哋唔聲數係啲咩特別問題又唔怪得，所以有少少兩邊公説公有理婆説婆。係啊，即係所以話真假，中國內部嘅 UFO 協會咧都有爭拗嘅。即係佢個協會入邊都分兩派咯。係啦，但有時有一樣嘢咧，就係話你 UFO 嘅見證好多時候得一個人見過啫嘛。見證嘅字好邪教。係啊，哎呀，屌 UFO 見證人啊嘛。咩有時好多時候啲人反映翻出嚟啊，見到出嚟，其實佢哋都係單純嚟複述翻出嚟啫嘛。你好難講，佢見到我見到 UFO 啊，我見到入咗雞竇啊，係啊，即係咁樣。好啊，即係唔係嚇阿法外父咁啊嘛，係啊，咁你好多時候都係唔係講證據，即係講個信字嘅啊，好野教啊，屌嗰啦，成日嗰下。所以點解有啲人會將外星人有時當你信外星人，當到你好似一個宗教，有啲人係咁樣計法噶嘛？即係我自己唔係咁計啦，我自己。但有啲人咁計法，就因為有時有啲嘢都係你信就有，唔信就冇，有依個 feel 嘅、嗯。但我只係講我自己唔贊成嘅。誒係，因為始終好多位咧都可以講啲環境證供啊，同埋有一定有其他人目擊到相，即係相似嘅位置有其他人目擊嘅。係。但係如果你話頭先都講啦，佢有個傷痕啫嘛，大髀、嗯、有。但係大髀嘅傷痕好似話都唔係咁平常噶嘛，唔、嗯、係好似都係佢醫生話就啲傷口咧唔係話似自己割傷嘅。似似地嗰啲科學手術用刀割嘅，即係一個農民照計冇理由咁簡單地屋企做嗰樣嘢。係啦，同埋佢額頭嘅燒傷，佢額頭嘅燒傷咧唔似話自己辣落去嘅，即係佢有啲深度，即係幾乎上唔係表皮損嘅。佢話喺裏邊嗰啲組織都損傷埋嘅。
咁唔似话就咁一嚿嘢辣落去自己皮肤度。嗯，咁但系反轮嗰班会点睇佢个伤口？反轮嗰班佢就话可能呢个位咧就唔正常，不过唔知佢点样用啲咩方法整损嘅。咁我觉得反轮喺呢部分又有少少，系有少少牵强嘅，又牵强咗嘅呢部分。同埋即系你喺个正轮同反轮喺若干位嗰个少少牵强。系你哥话嗱，我肯定系佢自己做嘅，但我唔知佢点做到。咁呢句嘢有啲牵强噶嘛？同埋个医生话咧，佢啲伤咧可以自己做嘅。即系唔系话好啲好特别嘅烧伤法啦，当然啦，可能要技术高少少，系啦，咁就可以做嘅。咁啲人话会唔会有其他帮手帮佢做呢单新闻？哦，即系想搞一坛嘢出嚟，系啦。但系跟住啲人有冇延伸呢个 so called 阴谋论落去咧？嗱，而家我睇过有啲报道咧，就话有嘅，话佢揾到啲人系讲大话，同埋我以亦都咩人咧？咩人咧？佢揾啲所谓嗰啲旁证啊，但系你问翻嗰啲出嚟做工嘅人咧，就佢讲到啲嘢都唔系符合白志国讲嗰啲嘢啊，似似地咧俾钱请人翻嚟做假口供咁。但系跟住有冇再延伸落去讲其他嘢？冇咯，即系净系话佢可能牵涉嘅人入边有啲人讲嘅嘢唔 make sense。系啦，即系始终都系正反论而家有。但系呢个我唔系帮你抖，但你始终发生咗一件咁嘅大事咧。嗯。总有啲人想点讲啊？喺个自己，我唔系话嗰人一定系有问题啊，我只系推敲有呢个可能性咋。有时发生嗰啲大件事咧，总系有啲人会勾 up 下，想好似牵涉喺件事入边嘅，因为大单嘢啊嘛。好似可能你明明嗰下乜都冇见到，就可能突然之间话：喂，唔系我醒起，好似有啲嘢发生过，好似有闪过道光嘅。慢得啦，侯英。唔系慢得，系有啲人咧无啦啦会觉得好似有，或者有啲人系无啦啦好似玩嘢玩埋一份。喂，咁多电视台过晒嚟访问，喂，我嗰个话有道光闪过，咁件事个采访下我，影下我先。我唔系话啲人一定咁样，但你呢大件事入边咧，总系有呢啲人嘅，或者好容易会吸引到啲人想趁热闹，所以就俾咗啲唔系好正确或者俾咗啲可能有啲假假地嘅嘢，然后就去博上电视，或诸如此类，总有呢啲嘢咯。我自己觉得，咁又只不过系轻唔轻咁做啫。系啊，我总系觉得有呢啲人咯会。大王，我讲一讲喺我揾资料嗰阵咧，我有啲奇怪嘅，我唔知系搜寻器问题啊，定乜嘢？我 search 万兆国事件咧，大部分即系头嗰十几个 search link 咧，都话万兆国事件系假嘅。我唔知系我个搜寻器啊，定唔知咩问题、啊？我嗰个 search 过嘅，我见有啲咧又唔系 content 翻底，即系嗱，我哋揿一揿翻睇先。即系有一啲网咧，我见。有一種就是啲人自己喺討論區度傾嘅，喺啲強國討論區度傾啦，類似阿夫知識嗰啲啦。咁嗰啲又傾，其實佢哋自己傾，咁有好多人因為對呢啲 UFO 嘢有時兩派好得意嘅，有一派咧就係好堅信，唔理啲嘢有幾咁荒謬都好，堅信一定係外星人。但有班人見親啲外星人嘢咧，就唔理你啲嘢有幾咁實正，我一定唔信。一定假嘅，一定你嘅錯嘅，一定其實有齊兩班人，所以你有時見有啲人會喺個討論區度發起咧，佢一來可能對件事好有興趣啦，二來有一批有時就係好中意要喺度話一定假嘅呢單嘢，點會係真啊？即係因為如果你出個 post 先問，喂假一個真定假咧，有時又未必個個會傾，但係好似頭先我 search 出嚟咗一個就話如何評價呢件事咧？如果係假嘅，呢、這個故事嘅意義喺邊咧？其實都好似係有個assumption就係覺得係假嘅。嗯、有時有依家阿心神先吸到班人外睇，即係你只要上去討論區開 post， 有某個導向，你就個 post 先會紅啲噶嘛。所以有時我跟住再睇翻有啲 post 類似，又唔係 content 翻，但係有少少係好似轉述新聞一個 cop 一個 cop， 咁咪大好多網頁中意做啲so called 新聞網，就左 cop 右 cop，有一堆 search 出嚟嘅 review 就係覺得係似係左 cop 右 cop。咁有時你要做嘅爆啲嘅 title， 可能一句劈落去。萬兆個事件是假的，我睇過幾個 post 都係咁樣啊，頭幾個劈落嚟有個結論咧，你先吸嗰人入去睇噶嘛。如果你講話依個萬兆個事件啊，到底有邊啲真邊啲假，少啲人啊，少人撳落去，即係點解有啲人話做評論好似冇咁受歡迎，就是、因為你慢慢同人梳理件事，啲人冇咁中意睇噶嘛。你一刀劈落嚟話件事假嘅，
我肯定是假的，哪有那麼多巧合啊，那些啊 Really 啊，哪有那麼多巧合啊，這樣劈下來的人就看得開心啊、嗯、所以難保有時候網站是這個取態所以影響了。那中生人你是不是覺得有些警棍，即是你自己感覺是，還是你覺得是古怪？我個人就一般般的，即是我意思是搜尋那方面，即是我搜尋器方面我覺得是怪怪的，它好像引導你呢件事說、啊、這件事其實是假的，還有、嗯、即我看回這些這麼多資料呢，我覺得中國 UFO 協會咧喺呢方面真係做得唔好啊！嗯、無論係正反啊，因為我覺得你辦住個成個事咧，佢有去醫院噶嘛，嗯、你有啲嘢啲媒體噶嘛，佢自己咧完全 keep 啲 record。因為如果你當時有影到辦住個受傷嗰啲位啊 ，keep 住佢醫生嗰啲即係真正嘅醫學證明啊嗰啲，你先寫 report 噶嘛？係啦，咁你又 keep 住佢又寫 report 俾後面啲人，你咪自己去睇，覺得呢件事係真假咯，唔好話自己定。但係而家冇 keep 到冇 keep 嘅，我望落去好似，因為即係 keep 咗唔俾大家睇。唔知啊，唔知啦，係啦，因為可能佢唔公開。因為其實又咁講啊，雖然大陸應該冇咩私隱嗰啲，但係病人記錄又唔係咁易俾你睇嘅。係係係，即係當然。但如果你話有啲部門正常有啲嘢查咗，咪應該有啲結果啊嘛。係啦，或者你自己咪去幻照個選咗啊嘛個位，佢咪幻照個自己個份 report 出俾大家睇咯。係啦，同埋你自己唔會即刻好噶嘛，一兩日你咪走去影相咯。同埋，如果你話阿孟兆國假設佢自己攞咗報告，嗯、你係影相俾大家睇，一係你就攞份報告俾大家睇，係啦，或者俾其他人去記錄咯。係啊，佢可以攞飛嚟俾大家睇，我係唔查得啫嘛，佢可以俾大家睇，但係又冇啊。咁你當然我唔知點講冇奇怪，但係呢件事上面係有幾隻字係百搭咗嘅，就係農民兩個字。哦，咁係，因為你有啲嘢你就可以講話，喂，其實佢農民唔識咁多嘢，咩攞呢個報告啫？你哋睇開 UFO 啲嘢就梗係話又攞報告啊，又問人攞 report 嗰啲啦。咁人哋農夫一個係唔識咁多嘢喎。咁當然呢句嘢白答咗少少嘅。係，喺佢 defence 嗰個係有啲白答嘅，我覺得。但係嗰係一個要諗嘅 point 嚟嘅。同埋孟兆國唔識啫，咁你訪問佢啲人識啦啩？係啱唔啱先？當然，即係你訪問正常可以同佢講，你可唔可以幫我影相？係啊，你可唔可以攞份 report 俾我睇？係啦，都有都有。當然啦，而家你大家 search Google 咧係有相嘅。但是我都幾懷疑嗰啲，係啦係啦，我都幾懷疑嗰啲相，因為佢始終你話啊，你個相來源出處真係自己 UFO 中國 UFO 協會自己 keep record 呢個記錄落嘅，我當然信先啦，係咪先？但係而家你見有紮相咧，係啲人自己繪圖繪翻佢形象中嘅嗰個外星人出嚟嘅，係繪畫出嚟，其實就冇一個好實際地佢傷口嘅相咯。係啊，同埋佢啲相咧。又影到本人咯，系影到本人，同埋我覺得啲相都假假地啊，似啲劇集照片嗰啲啊。因為有啲應該去做一啲電視節目，然後做案件重演。嗯，你講警訊咁樣。係啦，咁嗰啲人就 cap 翻俾圖攞嚟做配圖咁樣咯，啲網站。係啦，所以覺得點解今次事件咧，中國 UFO 你雖然分咗兩派啊，但係嗰啲兩派你點解都完全唔自己做記錄嘅？即係有少少好似佢嘅平時應該運作冇咁亂咁嘅感覺啊，似似地。嗱，我聽某個方丈講啦，咁某個方丈，我好中意聽嘅方丈，係啦，我哋好中意聽，我哋聽嘅，即係佢自己透露就話呢方面做資料嘅外國人真係做得好啲嘅，係依家真外國好好多，但係有時會唔會僆咗啲咯？今次睇就咁怪，係啊，我覺得係啊，即係有種僆得嚟嘅，可以話喂，大陸人做嘢係咁噶啦，你華人你劣根性就係咁樣啦，乸西，即係好多人中意咁樣講，但係。又好似乸西過頭嘅正常，覺得應該如果係做開 UFO 嗰班人，應該冇乜理由咁乸西成咁，真係係啊，有啲奇怪嘅呢位，好似唔覺得。即係有啲位咧，即係特別佢有啲好細緻嘅位，一啲傳媒留翻落嚟嘅資料咯，同埋而家你傳下，我同大王睇咗唔同嘅 version 啦，我哋都唔知邊個 version 係真係偏近事實啊。因為阿竹修頭先睇就長啲嘅，我睇個短啲嘅。但正常如果你話真係發生過曬，冇理由短啲。那個 version 你硬短都不會 chop 咗成段醫院走噶嘛，但我看過就冇咗，而阿竹修仁嗰個就有埋我一段，咁到底是本身真係有咁多嘢由我份留咗中間嗰節啦，還是係啊根本仲有啲嘢係大家左拼東拼西湊咁樣冚出嚟冇人知啊？你 search 稿嘅來源資料嗰啲咧，就算一啲 so called 強國嘅媒體去做嘅資料咧，你都唔肯定係邊份 version 先係近乎啲事實，你還是會唔會根本就冇近事實？可能就係、是。最壞的情況就係、是、根本麻醉事件就好細，然後啲媒體左加右加加大咗佢。啊，有機會，因為實太悶啦，太悶啦！啲資料係揾啲新穎啲嘅要講。係啊，即係可能有啲嘢，即係你知道媒體有時好衰噶嘛。可能你我老細講啊，阿老細老細，我採訪嗰單嘢，有條友去無啦俾個光照一下，即係暈咗。
疑似外星人啊，跟住翻屋企好似傻傻地咁样。跟住又系话佢俾人强奸。唔系冇俾人强奸，可能就咁讲话，我话采访到一单咁嘅嘢。老细今日出唔出嚟？可能个老细一日屌埋佢，即系你知媒体行唔系冇人，即系好多人话媒体好很多乜乜差嘅使命啊，好多嘢嗰啲。我自己个 bullshit 嘅，你睇翻香港而家 media 就唔知道做紧乜捻嘢噶。我觉得好多媒体都，你当我偏激咯。你讲翻如果强国嗰边可能佢讲啦，老细我揾到单嘢啊，俾个光照完之后晕咗。诶，几有趣、啊。我出唔出得？唔系老细可能即系讲，我屌你咩？你阿和抄你妈咩啊？你个屋企都俾个光照一照晕咗，你我讲张大新闻。外星人 add 落去，你话俾外星人强奸，屌佢加佢，你话怀疑咪得？好多啲老老顶会做呢啲嘢，其实，即系好多人话唔得把关人系，哇，好好兼为国为民啊，为真相呢啲，总有好多好嘅媒体工作，但系即系呢个世界永远你唔知狗眼逢金木，树下枯枝噶嘛，你总有好多可能真系会同你啊左 add 右 add 落去，可能有啲未必好似我咁 rush 个 case 话要 add 晒全部，可能其实啲嘢。你依個 add 個少少，嗰個 add 少少，可能個 version 比後期嗰個冇人知係唔係。同埋咧，強國咧好中意轉載，轉到都唔。有時轉咗某個網，嗰個網就 add 少少噶嘛。係啦，因為佢唔想同人哋嗰份嘢一樣啊嘛。係啦，跟住佢咪改少少嘢咯。係啦，有時可能你扭嗰少少嘢，就搞到下一手再轉嗰時就領嘢。又再唔係佢轉咗下一手再加兩句咯又。係噶係噶係噶，有噶轉載好易出依啲事噶。你見到嗰個就算而家 content farm 咧，有時啲 content farm 你發覺佢有心作噶。深啲嘅，有啲冇即系纯粹转载加少少嘢，就有时佢系食咗人哋屎嘅，我觉得有啲系。咁变咗有呢啲情况啦，但系反而我想带样嘢出嚟倾就系、是，我知有时讲 UFO case， 可能都以呢个角度谂一谂，但系就好多人未必中意呢个角度嘅，有冇可能？其实万兆国纯粹黐咗线咧？有啲人咁讲，系因为我觉得要谂埋呢个可能性啊嘛，即系点解我会有呢个谂法出嚟咧？佢话俾个光照到，咁我当可能有啲唔知咩墜毀咗咁樣啦，軍事武器或者係你當咁呢個陰謀論啲啦，可以去有人俾你照到，然後跟住因為佢後期嘅經歷，就你講我見嗰有個人你見唔到，然後跟住後期話我喺屋企度，我見嗰個外星人出咗嚟添，跟住我仲同佢幫埋嘢添，然後跟住冇人見到嘅喎，好中意外星人嘢，你好信外星人嘅，你好多講法會 fit 交咗出嚟噶嘛，即係例如你可能頭先我提過啲從維度諗嘅。就會唔會係兩個唔同維度？佢喺隔離個維度吸咗你過去，變咗所以你又可以穿牆，或者甚至佢企喺度，因為佢表面上企喺度，但係佢唔係企喺你依個維度嘅呢度啊嘛，佢係企喺佢個維度嘅呢個位啊嘛。即係表世界裏世界。跟住有冇可能就係、是、再科幻啲諗，有冇可能就係照你嗰嘢就係整咗嚿嘢俾你，然後你就食到佢嗰邊信息？咁有啲人係諗啊，甚至有啲講法話咩？你有啲器官係可以收到其他維度信息，只係人類咁耐歷史啦，從嗰睇啊，借咗啦，好多講法。就射咗啦，咁跟住有冇人照咗個嘢就開翻佢嗰個器官咁樣做法？好多人講過啲乜嘢？你好中意或者你好信嘅，你而家會諗呢個方向啦。但有啲人就可能簡單啲諗啦。嗱，佢話佢睇到，你話你睇唔到，咁有冇可能就係佢黐咗線，所以佢以為自己睇到，你冇事，我冇事，所以我係睇唔到。其實你好直接，有啲人就會從呢個角度諗，冇頭先啲咩開從嗰睇，唔使諗咁多嘢。即當然有些人就想，如果他本身是農民，正常沒有接觸那麼多外星東西，應該不知道那麼多，但是他是不是真的沒有接觸過外星東西，其實我不知道。是。會不會其實他晚晚坐在那裡吃完飯咬著煙的時候，電視播了什麼或者人家說什麼外星東西，可能他就看了你不知道。或者可能有時人家出去吃開飯，人家隔離講完他知道了，不是不行，可能因為他有少少什麼可能有一日，可能佢有啲問題嘅，佢可能佢個腦就錯亂曬啲信息，咪會話以為自己見到咯。我唔係話唔信呢件事，但我唔敢講話信，因為我如果唔知道真相係點啊嘛。係，因為始終有我只可以係整理翻啲資料，但係我而家整理上面就係諗埋一樣嘢，好多甚至係靈異個案，有時有啲人都會話會唔會嗰個人有少少精神問題，所以佢見到啲你覺得見唔到嘅嘢啊嘛。咁如果從翻嗰啲研究角度都有呢樣嘢諗，其實呢個 case 我諗應該都不乏會有人咁諗啊，係嘛？係啊，好多啊。特別在個醫生方面的證詞咧，都好難講到話。佢話呢啲嘢，佢啲傷啊，同埋啲神情啊，都可以係用藥物啦、啊，又或者其他方法做到嘅。因為如果你話佢有少少 disorder 嗰啲咧，有機會你真係攞支煙埋去唔覺噶嘛。係，同埋佢可能拍咗藥啊，你唔知佢食過啲乜嘢。就算我當你而家可能拍藥啦，你唔拍藥，可能你攞埋嚟，你本身個人嗰個 moment 你有啲 disorder， 你有啲問題嘅，可能就已經唔會 sense 到有危機嘛。可能佢有時嗱講笑咁講。你嗨咗嘢，
可能蝦嘢到啲人有時就真係好似睇啲資料話佢真係對啲危機意識冇曬噶嘛，有把刀喺佢前面，或者有時候吉佢就佢都唔覺噶嘛，或者吉咗都唔覺有時候依啲嘢噶嘛，因為就係將你個人嘅危機意識嗰啲嘢擺低曬，或者甚至將你某啲嘢可能暫時我唔知點叫啊，停咗某啲嘢噶嘛，有時話會係。咁如果你嗰個情況，你擺支煙頭埋，可能佢真係呆緊，咁可能佢真係唔知噶嘛。同埋我諗緊，即係我嗰日純粹啊，多角度諗咋。你話測方機嗰度，我唔熟呢啲嘢，但有冇可能？如果佢自己真係當佢有精神問題，佢當咗啲嘢係真嘅，有冇可能其實催眠出嚟個結果都係會出翻嗰樣嘢？會，只要佢信自己講嘅係真嘅。係啦，測方機所謂嘅方言就係你，即係你講俾人聽，自己又唔信嘅，咁係咪好當？我唔知道佢測方咁測，但係有啲測就係咩睇你個人。跳嗰啲嘢啊嘛，即係因為心跳定咩腦電波嗰啲啊嘛。你如果講過有啲特工嗰啲係可以 train 到係鼻腦噶嘛，我聽聞過，即係我唔熟呢啲啦，我聽聞過有。但係如果你話佢本身都係假設佢傻咗嘅，佢係好堅信自己見過外星人嘅，冇可能冇見過，我真係見過。我你有冇見過？我真係有見過，即係好似某局長講嘅嘢咁樣。即係嗰個局長佢堅信佢見過攝作噶嘛，咁所以攝作識佢老鼠啦嚇。咁如果你話佢真係好堅信自己係見過嘅，咁其實你做測方機，佢冇講大話，因為佢個麥就話俾佢個麥就諗嗰樣嘢，我真係見過。咁但係其實佢可能有啲腦部問題，你唔知噶嘛。係，阿竹手王你咧，我就對呢件事件係半半嘅，即係半信半疑，半信半疑嘅。即係你唔可以話完全否定佢嗰件事是假。但是即是就算剛才我也是提出其他角度，我都不代表一定是信了那些是傻的角度，即我不是信了。不过不过真的是这件事，这件事我觉得中国 UFO 协会在这里真的做得不好。或者会不会有些警棍或者纯粹做得不好，你觉得？我觉得是纯粹做得不好。可能你知道我们这些伟大的强国和中国人的呢最高心病这件事嘛。又或者真的纯粹拿细。啊有机会。有时候不得不相信某些巧合，就是有班人真的很乸西。是的，即当然你信阴谋那班就说哪有那么多巧合，无啦成班一起那么乸西。但我深信你在职场见那么多东西，我想个个翻工见不少东西，翻学见不少东西，多乸西。你深信一班人去乸西，其实又真的不是那么难。是的，实又真的。那靠过呢，我其实都是一半半，但我偏向是真的。即是偏向信的。偏向信的。我觉得他很少会无端端讲这件事出来的。即係嗰個農民講件事，係啊！即係我哋唔好講係農民啦，即係突然間唔會大王同我哋講話，哇！我見到 UFO 啊咁。唔係啊！我成日講話我見過超人之，我屌你啊！係啦，屌你啊！唔好意思，靠個又揾超人之冇啦。即係我覺得好少會突然間有一個突發奇想啦，佢會突然間會講話我見到 UFO 或者被強姦咁樣啦。除非你可能係話個農民本身係見到一件事，哦。跟住俾人吹大咗好多，好大咗，好大好多。你話即係吹大咗咁樣成，咁唔知啦。我其實當係信啦，反正就是信了啦。咁不過去到臨尾聲，我都要講樣嘢先，即係超人之母啲嘢真係我係鳩吹，所以阿Carl嫂就千祈唔好上心，唔好亂諗啊，唔好叫佢跪玻璃，我真係鳩噏嘅啫。阿Carl嫂真係唔好意思，因為我知阿Carl嫂嗰時應該會聽噶嘛。係事啦，我知阿Carl嫂嗰時會聽，講成師我係真係鳩吹嘅啫。唔好意思啊，Carl嫂係啦。咁啊，其實今日呢個萬照國事件應該都咁上下啦。有冇咩仲想補充下，祝壽你咯？冇啦，應該。咁啊，呢單事件其實。都因為佢嗰個資料其實真係好長嘅，同埋有好多版本有啲訪談其實好實實喺網上揾到，但係嗰啲訪談其實係文字節錄，老實實我亦都唔肯定係咪100%真係堅嘅。大家有興趣上網，如果我喺度讀曬訪談出嚟，真係都幾悶嘅。咁變咗我哋純粹係將啲最撮要嘅嘢擺曬喺度，咁大家有興趣嘅可以延伸閱讀去睇埋佢啲訪談之類嗰啲。咁總之就係有啲人會話佢個訪談入邊有啲可能自打嘴巴咗，咁但係阿卡哥話齋可能有機會啊，有時問得太多佢唔係背就會有少少 miss 嘅都有嘅。咁呢個信不信由你啊，即係我同竹手王就真係半信半疑啦。即係我覺得有時啲嘢。你好難一口咬定信定唔信嘅，始終兩邊都有啲位置其實又講有道理，兩邊有啲位置有時牽強咗啲，所以真係唔知啦。咁啊，就是、可能大家都差唔多，不過有人拿細咗，你咪唔信咯。唔係，同埋我奇怪咧，就係、是、你咁多所謂嘅中國傳媒咧有記錄噶嘛？呢單嘢佢，我記得好似佢話有電視訪問嘅，咁但係我揾唔翻條片，好奇怪嘅。即、就、係、是、你知道強國噶啦，啊，你啲所謂的又咁講，94年可能真係難揾啲嘢。
我唔信呢点，即系唔信嘅，系唔信。我相信有嘅断片，不过你话断片有冇人留到咧？系系、真系有啲疑问啦。因为你始终你知道强国呢啲嘢噶啦。因为嗰阵时佢又喺录嘢嗰啲设备冇咁好，系虽然冇咁好，我有少少觉得真系嗰年代可能难揾啲、就算而家揾到有啲所谓讲翻间新闻，都系类似做新闻专题咁讲、就唔系真系攞去片噶嘛，好似、有啊有，系系，即系做新闻专题就唔系真系去 direct 段片系嘛？冇啊，我记得而家中国内部都。好似冇乜话专登攞翻个访谈片出嚟，可能大家某啲渠道你揾到，可能你俾我嚟望下。系啦、如果系咁嘅，真系我哋啊，真系虚心嘅，以为真系要好虚心嘅。如果大家真系有嘅，你俾我望下，我如果真系想，我都系好奇嘅，我真系好奇想真系望下当时嘅电视访谈。可能我 YouTube 有嘅 ，YouTube 同埋 Google 有嘅，不过咧嗰啲好似系重拍嘅。哦，即系你唔肯定嗰个系咪真系？系啦，似似啲案件重演呢一类嘅。系咪因为有啲案件重演，即系嗰个？所謂萬照國本人落埋去，做案件重演，因為我見有啲相係咁樣嘅，我就覺得如果你訪問嗰個人，你嗌埋被訪嗰個人落去做，有少奇怪咯。係啊，即係我覺得。咁當然我見過有啲 CI channel 嗰啲咧，即係CI 台啊，或者Discovery 嗰啲咧，有時真係嗌翻嗰個人落去做嘅，但係感覺上少啲嘅。嗯。咁同埋你嗌個即係農民落去做，我覺得好奇怪嘅。嗯，係啊，真係覺得。應該做唔到嘅，應該係。咁啊，所以。不知道有少少古怪咯，肯定是不是真的是系啊，所以话我觉得呢单事件我先不论真假，即系要批评嘅呢点，记录个中记录嗰个协会咧真系唔掂，真系太过乸，真系睇得出呢件事真系有种感觉，好似足球咁讲系记录都几唔好。系，如果大家有机会你见到啲 UFO 嘢或者各方面嘢，你记录真系 save 份 copy 再抄嗰份，系啦，同埋整理更好啲。系啦，做好啲，真系做好啲。即系捉手有时整理啲资料去，甚至有啲资料去为要备用嗰啲去整理得好整齐，分晒 folder 咁俾我哋。咁啊，大家真系留意一下啦，呢方面嗰个好者可以真系，你整理得好啲都方便，第日大家共同研究啊，同我们系咪、真系？咁我哋今日节目时间嚟到呢度都差唔多先啦。咁经过咗三集嘅 UFO 系列咧，或者外星相关系列啦，应该叫。咁我哋喺下一集咧。就唔做呢个真直播恶住，亦都唔做直播讲古住，因为我觉得好似都有啲听众话，可能有时做咗啲直播嗰啲咧，有时都想听翻多啲专题先。咁我觉得可能两次三集系之后先至再谂做一次直播之类啦。咁所以咧，我哋下集翻嚟咧，会系做呢个专题系列嘅新嘅专题，新嘅三集专题。但系呢个三集专题咧，就唔系完全新嘅，因为系一个以前我系有讲过系列嚟嘅。咁呢系列咧。我只系讲，都真系几耐未再讲翻啦，系，都真系几耐啦，系啦，咁啊，大家期待系咩系列啦？而家开放俾喺个收听紧呢个 YPR 放送室嘅听众，你哋喺个 chat 帮我估，咁我多数咧会系喺嗰个放送室时间度咧开埋估添嘅，系啦，我多数放送室时间，因为我嗰时我觉得咩啊嘛，啲听众们都喂真系夜妈妈喺度 YouTube 度听我哋放送室播节目咁。即係呢啲又唔算係咩，但係少又冇到甜頭，好似好高傲啊！我覺得純粹大家喺度啊，咁咪當少少 bonus 喺度答謝下大家，咁就多數會開股嘅。我喺放送室度。咦？唔係，同埋有時啲聽眾估中我，即係話依位同學你估中啦，我會咁樣。叻豬啊！又唔係叻豬啊！我諗住啲聽眾真係估得好叻嘅。我諗住入龍門任我哋搬添。都唔係，都係嗰個啦。上次我捉神嗰個傾嘅。幾勁啊！我哋收完麥仲阿靠哥讀埋佢係。係啦，喂，咁我哋今集節目時間差唔多先啦，最尾啊，捉手王。下集嘅題目當然下集先算嘅啦。OK， 好，下集再見，拜拜。